休啊。终于啊，不过听起来我们宿舍真的办事效率非常糟糕，不过呢，还是有效率低的时候啊，比如说催缴住宿费啦。在新学期开学之前的大概3到4个月吧，我们宿舍还没开始广播喽，同学可以开始缴住宿费啦。说到广播啊，我去年冬天11月的时候，我们宿舍闹热水荒。那个时候呢，每天晚上5点到9点的时候，宿舍阿姨都会准时广播：“同学啊，最近热水锅炉坏掉，热水供应不足，敬请各位同学共体时间，分段洗澡，拜托拜托，不要在狂热时段洗澡，避免排队排太久。”那个时候啊，要洗澡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事情。一到要洗澡的时候，整栋宿舍女生挤在，不是同间浴室，挤在浴室里面排队洗澡。迟到慢到的呢，就是要等超过半个小时。于是呢，有些女生哦，就开始在奇怪时间洗澡，有些人干脆就不洗了。但是有感于我们宿舍真的是离奇事件太多了。我写这首歌，谢谢粉，他说你怎么还不去洗澡？我将要暂时离开我可爱的宿舍，我要去然后我要带我的这把小吉他去欧洲流浪。那希望下一次来到 Ignite 开会的时候，可以为大家带来比较正常一点的创作哦，谢谢大家。